家是无价之宝，你是我珍贵的主，唯有一杯耶稣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耶稣，我们拥有你，主你的十字架是无价之宝，你是我珍贵的主耶稣。你是我珍贵的主耶稣。而我们要守你这个圣约，就是基督当日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了，他祝谢了，就掰开说，拿着，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付出的，是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照样饭后他拿起杯来祝谢了，逆给门徒说，看啊，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这杯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只等到我的再来。今天凡已经重生得救悔改的基督徒，我们都当来到施恩主的宝座前，为要求他的怜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若不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就是说谎的，我们就是冒犯的。我们今天不是凭着自己的好行为，自己的功劳德行，没有，我们是带着一个真挚破碎的心。因为基督说在诗篇里面，忧伤悔痛的心他不轻看，没有人说我可以担保我完全的不犯罪，但是基督的恩典在这夜上释放了我们，我们也当释放自己，在他的保守和他的恩业的里头，当我们领受他的身体和他的血的时候，他在释放我们，他在医治我们，他在洁净我们，赦免我们，保全我们，再次将圣洁的祭献上。我们不定自己的罪，我们也不定别人的罪，因为基督不定我们的罪，那么从心里面完全的饶恕自己，也饶恕那伤害让我们失望甚至是得罪我们的人。感谢上帝，我们每个人做自己的祷告。我们求主来赦免我们的罪，也赦免那些得罪我们、冒犯我们、伤害我们人的罪，可能包括这个国家，可能包括掌权者，还是你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家人，还是你自己的配偶、朋友、家人，还是这个同事、邻舍，我们求主赦免、释放他们，祝福他们，好叫我们也得祝福。天父，我们带着忧伤破碎的心在你面前，我们痛恨自己的不好的行为，我们也求你饶恕那伤害我们的人。主，医治我们，求主的赦免完全的渗透医治在我们当中。今天这个早上我们带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再次让我们得以更新，让我们骨头再次能够踊跃的起来颂赞你的名，
求你医治我们的肚脐，滋润我们的白骨，当我们守这个圣约的时候，基督你再次用你的恩膏膏抹渗透我们的生命，我们谢谢你祝福了我们，奉耶稣基督我们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领受基督的身体，就是以这饼来代替。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用血所立的新约，我们以这杯来代替。这次呢，我们台上人祝福你们，你们呢就祝福我们，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啊。哦、OK, you ready? OK, 耶稣深深爱你，大大祝福你，厚厚恩待你。阿们，阿们，归荣耀于主。我们谢谢今天的敬拜团。好，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在启示录第四章五到八节，启示录第四章第五节，这里说有闪电声音雷龙从宝座中发出，又有气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气灯就是神的气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我们来祷告。天父，求你继续的恩膏你的货影，膏抹你无用的仆人，也膏抹主啊你的百姓，你所爱的救赎的百姓。主，让我们全然进入你的圣洁，进入你的启示，让我们全然的活在神你的恩膏和你的货语的启示的里头，以致今天我们可以来应向这艰难的时刻，这挑战的时刻。主，我们乃是在这艰难时刻要进入你的大祝福，进入你的应许，进入你的得胜。所以主啊，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保守每一个人，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信息。那两个星期前呢，神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要分享四活物的敬拜 ，Four Living Creatures， 四个活物的敬拜。这个四活物其实我可以说信主三十多年，那么对这个四活物其实没有多大的那个去发现还是了解，到底这四活物要谈些什么，只觉得他们很新奇哈。有狮子、人啊、牛啊，还有鹰哦。但是我们相信，在圣经里面，它好像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要让神的百姓、神的子民知道，这个四个活物里面，他们在神国，以及在我们今天这地面上这教会里面，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他们所带来出来的功能，他们要以我们如何来配搭。如何来达到神在他天国神国里面要实现的旨意。
很多时候人我们都觉得天使离开我们很远、哦、你知道天使好像他们都在住在天上，不在我们人间，对吗？请问今天天使有在我们当中吗？有没有？你是这里觉得有还是这里觉得有？还是两个都有？哇、哦，两个都有。哇，有人说这里附近都有天使。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国家都有驻守的天使。更严谨来说，在圣经的启示里面，在路加福音有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至少有一位到三位的使者在看顾我们，在报我们的信息到天上。你知道吗？所以每个人都有所谓的天使啊。所以你听到有首富 and 那个天使，那是真的，它不是一个戏里面还是传说里面的东西。那我们属神的人呢，我们有神的看顾，当然我们有圣灵、哦、有圣灵，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向圣灵来沟通。只不过神的使者他会从旁的协助我们，连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到使者给他旁边加添力量。但是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如何跟天使来配合的时候，我们似乎已经是错失了一些很重要的在属灵上，无论是成长还是面对问题还是遇到什么事情的状况的时候，你少了，你错失了这个所谓的明白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刚过了我拿了差不多40天的假期哈，其中一个我领受的就是，其实天使在我们当中是很真实的，天使在我们生活里面是很真实的，只是我们看不到他们。你看不到天使，那个、天使在我们当中啊，他可能坐在那边，坐在站在那边。OK， 你要用你的灵去感受、体会得到。哥林多前书4:9呢，那边有提到，保罗说我们成了一台的戏，一出戏啊，一台的戏，给天使来观看。我们在地上赛跑啊，就是跑着人生的这个里程。我面到各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这样，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气馁，有时候我们会跌倒，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显得很勇敢，我们会透过智慧去解决我们各样的问题。所以天使他在观看我们，从远古的亚当、挪亚、亚伯拉罕、雅各、约瑟啊，到最后的使徒们，他都在观看，到今天他都在看我们在面对我们人生的各样的状况。所以天使看的是真人真戏啊，所以我们说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你知道吗？我们的人生里面是一出戏来的，但是我们不是假戏真演，还是真演假戏，我们是真戏真演。所以你要知道，你要具有一个角色，你要知道你在人生的里程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要怎样扮演你的角色。你要成为一个出色的演员，不是因为你的演技很好，而是你在生命里面你能够体验和明白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你在神国里面你脱颖而出，你活在神的荣耀的里头。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种的信心，我们说是信心的种子，而是信心的种子如果你不让它成长的话，它会死在那边，还是停在那边。所以我们成了一台戏，但是殊不知天上为了我们这一出戏，他也在上演一出戏，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四个活物，让这个使徒约翰看到的时候，他们是在做一出戏，你知道吗？你以为天上的天上的活物真的是像狮子，然后像鹰，然后像牛，哇！然后永远就是这样？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了，特别是启示录，它里面要表达的信息是很直接的、很强烈的 ，straightforward to the point， 就是直接的让你明白它是什么意思。所以它不长话短说，它就让你。我们说一幅一幅的图画胜什么千言，对不对？一幅的图画胜千言。那你看到一幅图画你就明白，那他看的不是图画，他看的是立体 three dimension， 立体的看到他们在活动，然后就明白说哦，神要表达的这个信息是什么。
所以四活物的启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特别它出现在启示录里面。四活物是谁呢？四活物是宝座前的活物。那我问你，当神这位至高至尊至荣至圣洁的神，谁能靠近他？靠近他的宝座的活物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啊，是优秀的还是劣等的？是高尚的还是低俗的？是有能力的还是软弱的？靠近神的宝座，如果你说，王宫里面住着王帝，王宫里面住着王帝，靠近王帝的人是谁啊？是普通的，我们说那个普通人吗？不是，他们都是最优秀最好的人，最上等的人，不然是武功高强，要不是很有智慧才华，他们才能靠近王帝。所以在上帝的宝座侍奉他的活物是一个我们说宇宙间天地之间最强最优秀最有能力最亲近最贴近神的活物，叫四活物。现在你明白了哈？那四活物里面他们不是所谓的动物，圣经说他们是 living creature， 就是他们是活的被神创造的受造物，但是他们是非常有能力非常有尊严。你看他们的翅膀有六对，但是在这个以西结束你会看到他们有四对 whatsoever。 他们是表达什么呢？他们是特殊的一个灵体，他们是在灵界里面是非常有地位的。我们看以西结书第一章三到十节，以西结书一章三到十节这里说，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我观看，就是以西结观看，见狂风从北方过来，随着有一朵包过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其中呢有火内发出好像光辉的晶晶，又从其中发出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连，行走并不转身，皆各自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好，他们皆各自前往前行，灵往那里去，他们就在那里行走并不转身，自己是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的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看到在以西结先祭司，他是先知啊，他是祭司又是先知，然后他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对我们今天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很大的意义。为什么？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到天上看到这个天上的异象，对吗？你不是使徒约翰，你也不是先知祭司这个以西结，所以这些人被神特别高牧的人，有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被提到天上的时候，他们就看到了这幅的景象。我们就必须知道，原来这些的景象对我们今天来说是很重要。那重要在哪里呢？首先我们来看，这是要让以西结先知知道，这是神的荣耀的彰显。当如果你看第一章的第一节的时候，他们是在那里呢？他们是在这个加勒底人的地方，
加勒底在那里，加勒底就是巴比伦，也是今天的伊拉克，就是当时是一个帝国来的。所以被掳到那边的时候，他们是被掳者，是没有盼望的，有点像今天人对政治对世界是不存太大的盼望。然后当时他们自己的百姓犹太人被掳到那边的时候，已经是忘了他们的先祖的余训，然后他们过着非常放荡非常罪恶的生活。他们虽然是所谓的这个麦还可以再调吗？那个音好像太过那个回音是吗？他们虽然是犹太人，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并不遵守神的道，就像有点像今天的基督徒。虽然我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虽然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并不遵守神的道。所以你看整个以西结书，你会看到哇，里面有很多不贪的事情，罪恶的事情啊，这些事情也会发生在以色列里面。就像今天我们说基督徒，难道我们也过这样的生活吗？所以这是以西结特别要对神的百姓在说话的时候，他有一个强烈的对比，看哪，这是神的荣耀，然后看哪，这是悖逆的子民，悖逆犯罪的子民，成了一个很强烈的鲜明的对比。那这个目的在这里。所以你看当以西结他没有盼望的时候，神给他一个盼望，看到什么呢？神的荣耀。今天你的生命里面没有盼望的时候，会有能够满足你的心，会让你切实的前进，有动力前进的时候，是神的荣耀。如果今天你看不到神的荣耀，你一定是一个很丧志的人，很个颓丧的人，没有志气的人，没有斗志的人，因为你觉得没有盼望。但是你看到神的能力，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你会起来，你会被眺望，然后你会被恩高， 被神的灵高牧，然后你会经历一个属神的生活，甚至有神迹奇事超自然生活在你的里头。这就是我们信的人所存的盼望。所以以西结他看到这个荣耀的时候，他的灵命就忽然间苏醒了，他里面就苏醒了。哦，这是以色列的神，是全能者，大有荣耀，大有威严的一个全能者。然后这个四个活物里面要表达什么呢？我们看十七节，很快的十七节，十七节一章十七节，这个里面呢看到什么呢？轮在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够直行，并不调转。这句话什么？他用轮子，轮子是表达行走，就是表达行动的意思。因为这里表达什么呢？简单来说，他要表达神的能力是无限的，神是无所不能 ，omnipotent， 无所不能的。然后在十八节里面，十八节有什么？很明显就看到什么？满有眼睛。眼睛说什么呢？眼睛是看见，看见你就知道，你看见了你就明白。看见眼睛表达什么？就是知道神是什么？神是无所不能的。所以四活物是很有能力，四活物是很知道很多东西。那在表达宝座上的主是凡事都能，凡事他都察看。你不要以为他不知道国家发生什么事情，你家里发生什么，你的人生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他完全明白。再来一个，就是在这个十九节的时候，十九节谈到什么呢？十九节，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都上升，灵往那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所以这表达什么呢？无论是轮子还是活物，他们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到的地方都是 everywhere， 也就是说呢，神是无所不在， omnipresence， 另外一个是 omniscience。 所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就是我们相信的永生神。你有这样的上帝够吗？不够啊，太够了。只是问题是，这个上帝跟我们如果没有关系，当然你不够。而如果你把这个上帝引到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他就好像你的生命就像四活物这样，充满能力，知道很多事情，也在神的同在里面蒙保守。二十节他最后讲到什么？神是个灵，灵往那里去，活物就往那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的旁边上升，因为活物在灵的轮子的当中。你回去可以再
研究看看这个经文，但是今天我告诉你自己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讲到刚才我提到的 All works together， 他们是 in oneness， 就是说他们是一体的。为什么活物这样有能力？为什么活物这样知道很多？为什么活物可以很优秀很有？因为他跟着灵行走，他跟配合跟活物跟其他的轮子 跟其他的活物一起的配合，然后神在灵是指圣灵，灵在哪里的时候他也跟着在哪里。今天基督徒最大的秘诀或者说最大的失败就在乎你有没有灵在你的里头，你不是灵在你里头，你有没有跟着灵行走。我有机会跟一对夫妇在讲话的时候，他们说哎呀，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我们的人生呢？我说随着圣灵啊，圣灵会告诉你。他说很难啊，我 到现在都不灵过， 还不能够跟圣灵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太多东西充塞 occupied for so many things， 你的生命里面充塞事物的时候，你不能够让灵 充满你，明白吗？所以灵在哪里你在哪里，灵引导哪里，你一定亨通的，你一定是可以行在神的旨意，对吗？而神的旨意一定是完好美好的，神的旨意一定是成功成就亨通的，对吗？所以神在的灵在哪里，你必须在哪里。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在以西结先知的看到的时候，他明白过来，哦，原来以色列败坏是因为没有跟着神的灵在里头。所以基督徒你可以说我是基督徒，你是说我是一个传道人，但是你如果没有跟着灵行走，你是落入百般的软弱和困难里头。我们看回第一章的一到三节，那以西结他怎么从一个血气情欲人力的里头去到灵的里面呢？当第一节到第三节，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的时候，这个字是什么？当三十年初五日，记住，三十年是指以西结的年龄，三十年嘛，那三十岁的时候，四月初五日还记得很清楚，所以你得救日期 很重要，你 记起来。在以这个加巴鲁啊，加巴鲁的河边被掳的人当中，天就开了。在什么地方？在加巴鲁，加巴鲁是一个外邦的地方，然后是一个被掳人的当中，我们今天可能在一个不理想的人的当中，不理想的环境的当中，但是不能够拦阻我们看到天开了。而今天我要告诉你，天已经开了，天已经开了，记得吗？我们的信息是今年还在喜年的当中，而且你知道吗？我们是第七十个喜年，第七十个喜年今年，所以我相信有一个很超自然很超自然的恩膏会在我们当中等待有心人，等待信的人，等待灵能够跟圣灵一起配合，像这个活物，灵在那里，他就在那里，捕捉灵的方向，捕捉灵的那个速度，捕捉灵的那个心意是圣灵。然后他说嘛，得见你神的意象，正在耶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也是什么呢？四月初日，准准三十岁啊，准准。我告诉你啊，你的人生里面有很多准准的时候，你要把握得住，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你没有把握得住，你就错失了神的带领。你今年准准五十岁、六十岁还是什么的，你要知道神在你的生命中有他的心意。而且这个王耶雅金王是谁呢？耶雅金王就是以色列王最后的一个王，被掳了，被捉了，捉到那个放到这个巴比伦那边加勒底人那边去，连王都被捉了，有什么可以指望的啊？你的王都被捉了，你有什么指望？所以他们是绝对没有盼望的。而且他活在什么悖逆的人当中，悖逆什么？悖逆是广东话叫眼镜啊， stiff neck 啊，就是那个很硬景象很硬的人当中，他们就是执意不经历神，不悔改。但是这个时候以西结他经历了一个灵性的突破，在他三十岁的时候他经历这个突破，就在加巴鲁的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的领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
他是谁？他是 priest， 他是祭司，他不是先知。但是这个时候什么呢？神或临到他，他就成了什么？他就成了先知。所以以西结是一位先知，但是他的出身是一位祭司。今天我们说教会，我们是祭司还是什么？还是先知？我们都是祭司。所以做祭司有没有先知的功能？不需要，我祭司好好坐在做礼拜，听牧师讲道敬拜，这样就够了。不是，从这里我们看到祭司他可以上的一个位置成为先知。神从来没有拦阻任何的一位基督徒还是祭司成为先知，你明白吗？因为神国里面是很先知性的， very prophetic kingdom， this is called God's kingdom。 神的国度里面是很先知性。什么先知？先知就是你先人了解先见。这个世界呢有几种人，一个是什么呢？这个我们看到是先知先见，是先什么先知先觉。有些人是慢知，还有一个不知。哇，你是哪个知哪个觉？所以上帝要我们神国里面，我们是先见先知，因为你才能 lead the rest， 你才能 lead the world， 你才能在居高不居首。你要在你的事业上，你的生活的领域各方面，你要成为一个很佼佼者，你要杰出的人，你必须在人的前面，而不是在人的后面。圣经告诉我们，盲眼人领盲眼，盲人领盲人啊，眼瞎人领眼瞎人，两个人会这样，都掉在坑里面。这个世界正好是一个没有领袖的时代，很多年了，我看了，你看哪个国家的领袖可以把我们带去一个真正的复兴的地方？有吗？告诉我哪个国家，我要去，有吗？常常换首相，常常换总理，常这个肩倒下来那么兴起，不然呢有霸权的坐在那边的，成了皇帝的也有，对吧？我讲什么你大概知道哪个国家是这样的一个领导人、啊、所以我们看到没有跟这个领袖能够把这个世界带到光明的地方。但是神要兴起他的百姓来带领我们周围的人一起朝向永生，因为有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因为圣灵会告诉我们他的方向在哪里。而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灵性被眺望。而祭司，你看这个以西结他是一位祭司，祭司了不起吗？哦，了不起吗？我要告诉你，要做以色列人都不容易啊。以色列人以外是叫外邦人，外邦人是跟狗跟猪差不多一样的，这是犹太人里面的观念。你们是什么？你们都是 outcast， 就是不入流了，我们是神的选民。但是在十二支派里面有一个支派叫什么支派？利未支派 Levites。 利未支派什么？利未支派是神十二个支派所特别拣选出来来侍奉他的。但是在利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一种人、啊、是谁啊？亚伦的后裔。亚伦是一位大祭司，大祭司的后裔才能够成为祭司，也就是说祭司才能够在圣殿里面做事情的，打理事情，无论是献祭还是教导等等。而以西结就是祭司。所以如果今天你成了祭司，你的身份是非常卓然的、啊、但是这个祭司身份没有让他成为一个灵性高超的人。这个灵性的人、这个祭司的身份让他在三十年的生涯里面，他是三十岁了，三十年祭司的生涯里面过着是一般的宗教性的生活，对吗？然后他在那个三十年里面他一无所对神国里面他可能明白一些、读过一些律法书，但是他对神国不了解。直到有一天他在加巴鲁河边，天开了，几月初几啊？四月初五、啊、对吗？他就看到天开了。你在某年某月的时候神造访你的时候，你就看到，哦，我就明白了，他就开了。所以今天我们必须从宗教式的生活进到启示性的生活。大家一起说，我要从宗教性的生活进入启示性的生命。 Amen。 所以我们要进入启示性的生命，我们要成为有先知，先知的恩膏，先知的启示在我们里头。当我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的时候，天使在观看，
但是天使也很愿意帮忙我们。你看这个四活物，他们穿上狮子，穿上鹰人，还有这个牛的那个形象的时候，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在告诉我们，我们不只是一只狮子，我们不只是鹰，我们不只是牛和人，我们在传达一个信息。请问狮子什么？我有说过狮子什么？狮子什么？狮子代表什么？他们是这个兽中之王。哇哦！如果你是兽中之王，如果玩游戏你是做狮子，好不好玩？非常好玩，因为你是狮子，大家都来狮大王、哦、你就是兽中林中森林中的王。狮子呢，它有征服的能力，它有统领的能力，它有这个实权治理的能力，它有这个领导、哦、而且它是王者。也就是说在这个启示里面，这个四活物里面提醒我们，我们要像他们一样勇猛勇敢，去征服，去统领。基督徒你不是懦者，基督徒你不是被人家带领的人，这基督徒你应该里面有狮子的心啊！我遇到一个外国人，他说啊，他叫什么一个名字，他说这叫狮子的意思。他告诉我，我说 Lionheart， Yes I'm Lion、哦、他是狮子，他起一个狮子的名字。那我告诉基督徒，我们应该里面有一个狮子的生命、哦、狮子就表示说我们是勇猛的，我们不是懦弱，遇到事情我们就退缩了。不，狮子你看到他遇到问题又是这样，他会、哦、他会奋斗到底。这个狮子的里面的本性，狮子里面的那个强悍的那个力量，他是不容你欺负他的。很多时候基督徒说我们叫温柔，温柔不等同于懦弱，你知道吗？温柔是说我们不要太过去嚣张粗暴，还是、我们说 harsh、啊、粗野。但是我们温柔，但是里面是有力量的，这叫勇敢的本质。我们不向现实低头，我们不向现实退缩妥协。你要知道在敌基督来的时候，很多人妥协的时候就是懦弱的本质造成的。而如果你没有狮子的生命，你是懦弱一个人。所以四活物里面它表达什么？狮子，因为靠近宝座你就成为狮子，对吗？所以你靠近宝座你就有狮子的生命。再来就是什么呢？牛。牛虽然没有像这个狮子这样勇猛，但是牛啊，牛有什么呢？牛是什么？你代表牛什么？牛可以什么？牛可以做什么？耕田跑啊！牛可以耕田，因为牛有什么？你有力量，所以我们生命中要有力量，像牛这样可以刻苦耐劳。你要基督徒的生命不在乎你跑多快，而是你可以跑多久多远。所以牛代表什么呢？这个刻苦耐劳。这种坚狠的性格，坚狠的力量能力，而且牛可以征战。你看过牛把那个、这个、狮子给赶走吗？有吗？有看过吗？啊，牛啊，野牛。而且牛，你看到我们马来西亚牛是比较小只的。你有看过那个大水牛 Buffalo 那大水牛？哇、哦，那个是很大只的，很大只的牛，那个叫牛。OK， 啊，我要给你看照片，你猜什么叫牛？牛不是我们马来西亚的牛啊，我们马来西亚牛有点瘦哈。哦、你去国外看那些牛，哇，真是很大只的，然后那脚 很长很弯的。牛，我们就是要有牛的生命，牛的那个力度 OK。 然后我们必须有人的这个形象。人代表什么？还记得吗？人代表什么？智慧。对了，人要有神的智慧，因为人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是尊贵的。智慧也代表我们尊贵的，我们要自重自尊。这个中国人讲得很对了，我们要自尊自重，不是骄傲，但是你要自重，看好自己。有一些的民族，我们不说哪个民族，他们的生活很败坏，问题有一个关键问题，他们 看不起自己的，他们认为的自己的阶级是很低的，是贱民。你把自己看为贱民的时候，你当然你行为是贱的，但是你看为自己是尊贵的时候，你就会活得尊贵。如果 你知道你今天是王子，你是公主的身份，你走路会怎样、啊、你跟人家讲话你会怎样？你会，你不会，你会很
神情自若，你知道你有盼望等着敲。那你知道我以前我去读神学的时候， 我必须卖掉我的车、哦、我 有一辆车、哦、我卖掉我的车，我叫什么？叫 Motorbike。 Motorbike 说我旁边有很好的车，咻旁边过，我说哼，等着敲、啊、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再见，看谁的比较威风啊！啊，这是 IQ 精神，但是很真实，很真实，是看你的信心了、哦、所以我们要有人的智慧，人的尊贵，人的尊荣，人的联合性，人能够彼此沟通，但是动物也会沟通了，但是人的沟通程度是最高的，因为我们可以谈心，对吗？我们谈的，所以上帝也要我们跟他一种谈心，一种灵的结合。我不知道你能体会这句话吗？当这个活物里面有人的形象，这个活物很靠近神的宝座，乃因他们有人的形象，他们有上帝的心，他们懂得跟神联合。你要看到神的心意是联合，不是分散。神不是高高的坐在那宝座上来统领你们，不是，神要跟我们联合，以致在启示录最后的时候他说神的帐幕在人间， God's tabernacle amongst his people， 神的帐幕会在我们当中，神要跟我们同住。哇哦！所以人最后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是因，因是讲到什么？超然、卓越、处众、有眼见、高超、凌驾其上。上帝要我们不是平庸，不是一般 average or more than average， we should have excellency， 我们应该是很高超的，像鹰这样。但是今天我们没有狮子，我们没有牛，我们没有人，我们也没有鹰，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There's only one way to become like the lion, like the eagle, or man, or cow, or buffalo.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狮子的敬拜的生命，我们没有牛的敬拜的生命，因为我们没有人的敬拜的生命，我们也没有鹰的敬拜的生命，我们马马虎虎，庸庸碌碌，平平淡淡。你要有鹰的生命、牛的生命、狮子的生命、人的生命，乃在乎你有鹰的敬拜、狮子的敬拜、牛的敬拜和人的敬拜。那是指什么？什么是狮子的敬拜？那就是你在领导的时候，特别是主领的时候，还是音乐也好，但我们要联合，要联向人联合，不可以你跑那边我跑那边。但是我们要勇敢，你要知道你一敬拜的时候，你知道你在跟黑暗权势在对决，你知道吗？我在做个赶鬼的事工，那时候我初毕业，神学院毕业，我 去跟几个大牧师赶鬼，我那个鬼很厉害咯，我跟你讲，今天没有时间跟你讲，有机会我跟你讲，那鬼太凶猛太厉害了。但是我的一个其中一个牧师，我们凌晨赶鬼了嘛，12点开始才赶鬼，他一弹他的吉他了，哇，那鬼跳出来讲话了。这个人是受英语教育，他开始讲中文了，而且骂这个牧师了。因为你在敬拜的时候 you touch the battleground， you are in the battleground， 你在这个战场里面了，只是你不知道，所以你会 attack， 你被 attack， 你不知道，你会成为受害者。但狮子的敬拜，你就必起来要很勇猛，很勇敢，你守住你的土地，你守住你的权柄，你守着神给你的恩惠，你守着神给你的喜乐和自由，你守着神给你的恩惠，神给你的昌盛，你不能够放弃神给你，要给你兴旺起来，但是你就 let go， let it be， no，你要起来。所以牛的敬拜就进来，牛是什么？要力量，要敬拜有力量，要有力度。所以你敬拜要不要像牛？人说哇，这个人很牛啊，放在对的地方是非常的牛的好，因为他够牛，你斗不过他，对不对？因为他够牛嘛。所以如果我们的敬拜够牛的话，魔鬼会怎么样？他不能够做什么，教会
我们有牛一般的敬拜，哈利路亚。 OK， 那我们要像人的敬拜，我们要寻找神的智慧，我们要神的寻找尊贵的侍奉，尊贵的敬拜。什么叫尊贵的敬拜？那就是你把最好的献上，你不要随随便便搞了一波的东西，你要给就是金银珠宝，你要给的是上好的福分，你要预备的东西是上好的，你要呈现的最好。你今天的崇拜，你从昨天还是从星期一就开始要预备，明天星期开始要预备下个星期的崇拜，你知道吗？因为你的状态好，你来敬拜的时候也好。你状态不好，你的敬拜会好吗？你想到股票啦，想到这个工作啦，想到那个，哇，你的心都，你都不能啊，不能集中啊。所以你要跟圣灵联合，跟神联合，人是联合，所以你的敬拜呢是随着团队一起走。今天时间也够，我们不能讲太多，那就回去你可以百般的思考。最后一个什么呢？鹰，你知道我们中文会把雕跟鹰是分开的吗？你是什么叫？你听过神雕侠侣吗？侠侣，神雕，雕是很大只的一个。那个叫 hawk 而已，我们今天看到的海边的那个不是，那不是鹰，那是啊，那不是雕，那是鹰而已，比较小只的。鹰是很大只的，鹰可以捉着一个几十斤、吃百多斤的那个动物起来，那放在地上 pop 死掉，它就可以吃它了。你看过这个纪录片吗？那个叫鹰，鹰哦，很大只哦，鹰是可以翱翔的，鹰一拍就可以飞很远，而且它的眼光很灵利。你的敬拜要像鹰这样看到属灵界的东西，你的敬拜要有洞见，要有看见。你的敬拜不是懵懵懂懂什么都不知道，你听信息，你要听到上帝的启示在哪里，你的生活就会成为鹰，你的生命就会成为狮子，成为牛，成为人。要不要这样的生命？好不好成为这样的生命？神配得我们成为这样的生命吗？你要成为这样的生命，不是为你自己，你为永生神，因为他配得一切荣耀。神的子民应该活在尊贵，有尊严，有能力领导，甚兴盛，凌驾其上，有智慧，能干，刻苦耐劳的一种的生命。哈利路亚！认同的你站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把我们生命献上，当我们献上的时候，神会使用我们。而最好的献上，最好让的使用，是活物有这么优秀的能力、功能、才华、才干能。但是注意看，是活物没有做别的东西，是活物是昼夜不停的敬拜神。你的才华在哪里？你的时间在哪里？你的才干、你的能力在哪里？最好的献上是敬拜。我们一起来敬拜。沙拉玛耶德拉拉玛耶德，沙拉玛耶德拉拉玛耶德，等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古塔拉玛耶德，让我发出鹰的生命的敬拜。苏拉玛耶哦，拉玛耶的 ，rising up, rising up, 苏拉玛耶的，哦，拉玛耶的哦，我们敬拜，我们敬拜，我们敬拜。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永生神，沙拉玛耶哆拉玛拉玛耶哩哩拉拉玛西哩哩哩，乌拉雅西哩，沙拉玛耶哩哩哩哩哩哩。你知道有一个拦阻在我们当中不能够敬拜神什么呢？我告诉你是罪，没有解决的罪，我们不能够进去。因为罪拦阻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罪让我们不能够亨通，因为罪不能够进入灵的里面。所以在我们敬拜的时候，你求神再次洁净你的生命，赦免你的罪，洁净你，
接近你。然后你要处理这个罪，你要面对这罪，像狮子一样面对这个罪。然后面对这个软弱，你说我要征服这个软弱，我要践踏这个问题，我要被释放，我要被医治，我要侍奉，我要敬拜。哦，Rising up, rising up.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I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the name above all names. Koro bara da karda bari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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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rda maso. Bara bara mashiri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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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a mashuru bara mashiri di.今天在我们当中，你说神啊，让我有狮子般的勇气。有牛一般的刻苦忠心在你的里头为你征战，我们寻求你的智慧和以你的联合，并主啊把我领到高处，像鹰展翅翱翔。我要为你祷告，我要为你祝福，我现在这个信息要开始启动你敬拜的生命，你的生命就造就你将来的人生，你以后的生命，你渴慕吗？你渴慕吗？你真的渴慕吗？因为神看我们的心，你渴慕的时候，神就会释放在你的里头。今天你说神啊，我愿意，主啊，充满，我要高牧我。神啊，我祷告，你无忧的仆人祷告，神你大能充满你的教会，充满了渴慕你的心，他们要起来展翅上腾，他们要起来征服这个土地，他们要起来与你联合，他们要继续的在你的国度里面持续的前进。主，我祷告祝福我的弟兄，祝福我的姐妹，圣灵开始与他们联合，浇灌他们的心，赐他们聪明智慧，赐他们谋略，赐他们知识潜能，赐他们一颗爱你的心，渴慕你的灵，天天日夜来敬拜你，昼夜侍奉你。神啊，你的宝座必设立在你百姓的当中。哦，主，我祷告，这时候你的全能充满祝福在我们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沙拉巴瑞滴滴滴，索科拉玛瑞滴滴滴，马拉玛谢滴滴滴滴，科拉卡沙卡拉巴克科拉玛沙卡拉玛谢滴。浇灌，浇灌，浇过你圣灵。浇灌，浇灌，浇过你圣灵。浇灌，浇灌，浇过你圣灵。浇灌你圣灵，兴起。
起你百姓，教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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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圣灵，兴起兴起兴起你百姓。浇灌你百姓，浇灌你百姓，浇灌你圣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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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你的圣灵开始在我们里头响起。圣灵，你开始用那微小且是清澈无比的声音向我们来说话。我们要对焦你的声音，我们要聆听你的声音，你洁净更新我们的心，你洁净更新我们的灵，我们必听见你的声音，我们必起飞，我们必起飞，我们必翱翔。今天在我们当中渴慕的心，主啊，你每一个都不轻看，你每一个都要开始浇灌我们。在面对前面的日子，我们日子如何，我们力量也必如何。求你继续的引导你的百姓进入你的丰盛，奉耶稣基督我们至宝贵的圣名。